快醒醒，快醒醒！这是哪儿？这里看样子像是一个禁闭室。禁闭室？等等，难道咱们两个被抓来做实验了吗？抓我做实验？提取我的 DNA？ 做超级猪？哥哥你能不能稍微在意一下我的感受？你没看过一部电影啊，就是那个一个小女孩，然后在深山里面那个发现了一头超级猪，就是超级大的猪，它那个肉的话一小片就可以做很多，适合给康师傅寄给康师傅。一头猪可以用个100万年吧。然后提取我的 DNA 是用来做超级鱼，我切成的鱼片就可以卖到寿司店，卖到日本去，好像是这么回事。你给我啃一口吧。你管。好了，咱们先看一下手中的这个地图的话，作者是这个梁景，这是他的迷你号。然后剧情这边看一下剧情，哦，这是游戏规则。哎，剧情哪去了？哦，这里有牌牌。后面的上面有灯，每个房间都有。这边有水，不要靠近，是电路造成的。这里有开关啊，把它打开。先观察一下那个，哎，有木棍。这上面好像有个。你有两个。我这里拿到两根。整理一下。还有个木板，这里有剧情，先看一下。好痛。这里是什么地方啊？我不是在房间里面吗？这是幻觉吗？不对，我的房间没有这么脏，先找到出口再说吧。好的。这外面有个箱子。哎，等会，刚好这里可以跳一下，可以点到那个箱子。哎，我点着了，六根木棍，一个木板，难不成是要做梯子吗？只能做梯子啊。等一下，这里有个箱子，这里有个暗格，对面有一个开关，拉一下。哪里有什么变化吗？这里。哎，对，没错，做梯子。这上面有个通风口，应该可以顺着爬过去，爬到隔壁去。走，我的生命安全就交给你了。下来了，先开灯。箱子里面有什么？他是说有一个萝卜，我差点给他吃掉了。找到房间一个不合理之处，并把它丢下。我看一下这附近，先翻一下漏斗跟箱子里面有什么东西啊？这里是不是啊，哥哥？这里你看，这里有水，不要靠近，应该是这里没错。走开。你能不能过来？啊，好的。丢，开门了。三号禁闭室，是禁闭室没错，咱们应该是被迷晕，然后拿来做实验了吧？应该是这样没错。然后这边四号禁闭室，哎，这有个开关，开门了吗？开了。走，进来看一下。科学家日记，今天要执行第八项计划，八号实验品似乎有些焦躁不安，我们已经给他服下了安定剂却没有效果。八号实验品今天在四号禁闭室抓狂了很久，把里面的东西给破坏掉，当然我们也要加快实验进行。实验果然失败，还杀死我们其中一位同仁，要开始找下一个实验品，不能再拖了。我们锁定目标了，接下来才是最麻烦的部分。难不成是我们两个吗？对啊，因为我们两个是两个人。抓到了，这正是我们想要的。我们帮他打了什么什么剂之后，开始送往禁闭室，执行二分之一执行计划，然后一切都很顺利。我们组长说了要给我们放一天假，希望他不会再醒来，希望咱们两个不会再醒来。但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咱们两个醒来了。因为我们两个基因强大，对，没错。先找一下这个房子，哎，这里好像有个箱子，有个开关。哥
哥哥，这里有一个那个告示牌写上三的。第二嘛，白色头颅对应位置，这个应该是类似于密码什么的。金币室大门已经拿到了，记住那个密码三。嗯。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吗？没看到。应该没了吧？走吧。金币室大门，然后这边一号金币室里面就有两个箱子，箱子我已经开到了，直接走吧。禁闭室大门，咱们通过他的日记得知，这些科学家肯定都放假了，所以这个实验室里面是没有人的。这里有一个开关，开灯。我看一下，你整理过了吗？整理了一下。剧情二，好多灰尘，这是什么鬼地方啊？他们到底有什么目的？刚看了日记才发现。我们俩原来是被抓来当实验品啊！等咱们两个有机会逃出去之后，再反抓你们当我的奴隶，好吧？趁你们放假的时候赶紧逃出去，先看看附近有什么吧，在附近找找。这里线路好像断了，得找到线路才行。舒服。难不成这下面有什么东西吗？现在唯一能进的就是这个厕所。走去吧，上厕所。漏斗里面有你最爱的东西。没有啊，没看到。有，你看这里。看到了一坨。怎么这么不讲卫生？哎，这有个箱子。二号实验室的钥匙。二号实验室这边。好多药剂啊。这边请插入 X 晶片。找下看附近，脚下看有，哎，这有个箱子。你觉得会这么简单吗？记得整理哟。聪明，但不是这个。每个箱子都整理一下。这里也有一个箱子。哎，我看到了，这有个箱子。一号实验室的钥匙。你的箱子里面有看到有用的线索吗？没有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这是一号实验室。一号实验室，走。你看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一坨是超级鼠吗？地下有血迹，小心点，这里好多窗啊，到处看一下。这里有书柜，还有个箱子。第一码龙血花的位置对应的位置，第一个密码跟第二个密码，然后你找的那个三很有可能它是第三个密码。这里这面墙好诡异，是代表着什么吗？等一下，刚刚第一码、第二码白色头颅对应的位置，对应的位置，这应该是九宫格，九宫格对应的数字应该是1234567890，那就是一。第二个密码是一。周围还有什么东西吗？没看懂。这岩浆下面有东西吗？没看到有箱。没有。你让我下去。然后这里呢？哎，等会。棒砖。这有个开关。我拉下了。哪里有反应吗？哎，这边。有个箱子。接待大厅的钥匙。接待大厅这边，走。密码格式，哎，就跟我才跟我刚刚分析的是一样的。电话，史密斯，九号实验品情况如何？要加速实验开始了。这有个开关，我给他拉了一下。这里有个箱子，有一个蓝晶石。哎，等会儿。栽培室的钥匙，应该没有别的东西了吧？这边应该是大门，走，头顶有箱子吗？没看到。没有，先把这个蓝晶石给它放下去，这里需要这个东西。有，哎，这边打开了。直接可以下去了。密码门，走。
我们没有找齐密码。还没找齐密码，先去那个栽培室。这边也有龙雪花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第一个密码是七，第二个密码是幺。哇，好多种子呀。往上我看一下，这上面这个箱子是空的。哎，这里 有两个水柱，看水柱上面 有没有什么东西。这下面也没看到有箱子，应该另外一个水柱会有线索。没有吧。哎，有有有有有，这有个箱子，红色电能线，刚好可以打开那个门口的那个线路。这里这里亮了个数字五，那就密码的话7135，去试一下。哥哥你去。一或者是7153，有可能哦。因为最后两个密码他没告诉咱们是第几个第几位，试一下先。哦，第四。哦，7153，亮灯了，看一下附近。开了，应该是接待室那边。这边刚好是有一个钻石的门。开了吗？开了。Nice， 咱们可以逃出去了。有个传送门。哎，出来了，这里有剧情三。9号实验品不见了，咱们两个归类为9号实验品，那他是怎么逃出去的？我们逃出去之后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警方，警方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找到了实验室，并将老板和科学家等为非作歹的人绳之于法。大结局，完结撒花。来吧，睡一觉。来吧，咱们结束这一期了吧。嗯，好的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朋友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朋友们收看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